千情丝，牵挂几多思意，真美如萍，恰如初遇人间。万家灯明，曾与谁说旖旎，江山万里，可相携相依。飞鸿落尽，帘后惊鸿照影，峰回重遇，林下轻笑何必。阳春白雪，不及鹧鸪烟雨，中途可许，终不离兮。你要想要我的命，最好先跟我的这位朋友打个招呼。我是说真的，他就在你的背后。想不到这种时候来救我的居然是你，阴阳家的少司命，罗王组织的黑剑士，这两人明明都是为帝国效力，怎么倒像是敌对的？不过你能来我很高兴，希望你惦记的是我而不是他。看来是他。你们要好好努力哦，因为奖品只有一份，只有胜利的人才可以得到。不管如何，只要多拖延一分，形势就是对我有利。又是这一招，幸好这次不是对我用。喂，你要小心点儿，这个黑大个子可不像我，他对怜香惜玉这几个字是完全没有概念的，所以
相信这个黑大个子。私欲的小妞你也真下得去手太好了，今天我喜欢的人都来齐了。袁弘呢？你不是曾经打败过我吗？为什么还要逃走？好像跟他们不是一起的，我不小心掉到这里，哇，这里好冷啊！你不冷吗？我的脚，快放开我！我知道是你干的，你也是跟他们一伙的。你为什么不站住？我这不是站住了吗？已经晚了。不好，我不是故意的。
这里是永远的寒冬，任何生命都会在这里凋零，没有生命可以存活。没有生命可以存活？那他不是活的吗？一个人如果心已经死了，还能算活着吗？不好，难道他不是人？不行，越来越冷了，我一定要想法子出去。出不去的。来到这里，就如同这万年雪冰，永远的凝固，哪怕是最炽热的火焰。天明，天明，你过来。你没有死啊。我是怎么死的？巨子老大，你全都忘记了吗？不对，巨子老大不是已经死了吗？难道这里是……难道我已经……我是怎么死的？你中了阴阳家那个好像叫什么六魂孔咒的来着，当时你打退魏庄，过度运功，结果咒印发作，你的手上都是红血丝，看上去好可怕。你现在都好了吗？你身上怎么会有我的内力？是不是你害死我的？不对，你不是巨子老大，要不你怎么会不知道内力是你自己传给我的？你到底是谁？一生再也无法重建这把墨梅，但我付出一切最深爱的男人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我现在没那么冷了，肚子里还感觉热乎乎的，好像有一股气在跑来跑去。刚才是不是你救了我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
样子怎么好像在哪里见过的感觉呢？他居然会我们墨家的功夫。不对，这是我的墨梅，快还给我，别玩坏了。没打中，我也不怕实话告诉你，我可是现任墨家巨子哟，墨梅怎么可能打得中我呢？哦，墨家巨子吗？怕了吗？墨家的巨子我倒是也认识那么两个，你吗？我怎么样？你实在是弱得不像话。六指黑侠丹，你们两个拳下有之，一定死不瞑目吧。你不只认识巨子老大，你还认识老大的老大六指老大。当然认识，因为杀六指的人就是我。听说燕飞在阴阳家中地位还曾经在月神之上，实力更是深不可测。的确，能够猎杀连五大长老联手都没有拿下的六指黑侠，自然是有相当水准。你就是怪老头和怪小孩他们说的燕飞。怪老头和怪小孩？是你杀了我们墨家巨子老大的老大六指老大。这是什么？你总知道吧？你和红袖坏女人是一起的，你们就是你们害死了巨子老大。是我害死了丹吗？我要为老大和老大的老大报仇。你为了抵抗玄冰的寒气运功过度，体内的六魂孔咒已经发动，撑不了多久的。不是明明连拔剑的力气都没有了吗？六魂孔咒是墨家武学的克星，也是墨家面对阴阳家时的唯一弱点。除非将墨家内功心法提升至最高的第十层，达到兼爱的境界，方能克制住体内的六魂孔咒。而这兼爱的境界，莫说是丹，便连他的前任巨子六指黑侠都未能做到。你很令人意外，在这种情形之下竟然还能忍受痛苦运功拔出魔眉。我开始有点明白丹为何会选择你了。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你是不是还不明白啊？我能拔出墨梅，当然是因为我就是墨家现任的巨子。我曾经听人说过同样的话，那个人天下皆白，唯我独黑。非攻莫门，兼爱平生。从现在起，我就是墨家的巨子。Thank you.
就是墨家现任的巨子。能承受六魂恐咒而运用内力，你的内力修为至少已达兼爱的第七层境界。不过真正令我意外的是另外两件事。第一件事，你身上有月神的丰眠咒印，此乃本家阳脉八咒之一，与阴脉八咒中的禁术六魂恐咒正反相冲，行经走脉之事互逆，难怪你在六魂咒印发作时还能释放出如此魅力。他对我身上的这个印记好像很了解的样子，搞不好大有来头，我要不要把他抓给大叔去好好审问一下。第二件事，我的龙游之气化作三足金乌引你来此之时，察觉到你身上除了墨家巨子的内力之外，更有一股游走于四肢百骸间的纵横之气。现在我几乎可以确定，你的另一个师父是葛聂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阴阳咒印、鬼谷吐纳术，想不到你年纪小小，经历却当真不凡。恐怕你自己还不知道，在你的身上隐藏着怎样惊人的秘密。只不过这一切早已与我无关。黑霞、丹，然后是你，所有墨家巨子的宿命都一样，终究还是要亡于六魂恐咒。我要为巨子老大和老大的老大报仇，我要打倒你，然后我还要去救我最好的朋友。我现在能想到的就这么多了，你都听清楚了吗？来吧，你打倒我，我便救你。墨家的巨子，我要打倒你和你救我是两回事，不过当我打倒你以后，你最好赶快救我。果然还是怕死吗？你刚才是不是说了月儿？对，我说我要去救月儿。高月公主。对，高月。不对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千龙，没想到你竟然有这样的朋友，很好。这个孩子身上既有丹的内力，因为我还要去救月儿，又对月儿有如此坚定的决心，这一切莫非就是天意吗？是天意将你送来救月儿的。丹，是你吗？喂，别说我听不懂的话呀。你的六魂恐咒暂时不会发作了，我已将你的少阴经脉封住了一段时间。啊，你是在救我吗？怎么忽然这么好说话了？因为我要你现在马上为我去做一件事，这件事你一定不会拒绝。我告诉你，我一定会。我要你现在就去救月儿，我的女儿，姬如千龙。月儿，你的女儿，姬如千龙。
青龙身上还有很多秘密。月神想让月儿做一件非常危险的事，随时有性命之忧。什么？你是说月儿会死吗？月儿的名字才会被我打中的吧、看来她真的是月儿的妈妈。天明，月儿的生命我可以交给你去守护吗？月儿，我来救你了。这双手，小心！阴阳合手印。再次好好活动活动筋骨吧。好啊，让你久等了。阿婆，你的手，你是？你是？小心！哟，我是你看到的最后一张面孔，可不能告诉别人呢。阿忠，阿忠啊！果然不出星魂大人所料，是你红手坏女人！大司命的骷髅血手印，御气攻击，威力巨大，我们根本避无可避。墨梅是历代巨子的掌门信物，你上次已经供奉了一把飞弓给我，这一次你准备了更好的礼物。我也要亲手拿回来。这把墨梅上有着大家对我的信任。你受伤了？即使面对危险都会勇敢地站出来，这正是我们所说的侠。这把墨梅应该回到他主人的手上了。握着墨梅的我已经不再是之前的我，这次我绝不会放手。真是可笑。天明危险，快放手。
宫保鸡丁，切斩变，故技重施，找死，接招吧！天明身怀墨家巨子的绝世内力，有着超乎常人的抗击打能力。我属于力量刚猛型，而石兰你则以灵巧快速见长。我们若是发挥各自长处，分工合作，或许能与大司命一较高下。解牛刀法的威力竟然增强了。趁现在，一较高下。趁现在，你来尝尝我的报偿。竟然还能站起来！天明危险，快躲开！你知道解牛刀法最厉害的一点是什么？什么？那就是对于美食永无止境的追求。我能不能还是学剑法？不能！你敢小看厨师？我只是想当剑客。每一道美食从来没有固定的手法，结合不同的食材，面对不同的食客，每次都会有新的变化。这才是解牛刀法的精髓。你听懂了吗？你不是说心情不好也会影响美味吗？嗨，看来你还是把我的话记在心里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用心烹饪的每一道菜，就是在创造一个克敌制胜的新招式。我体内的力量似乎正在不断的被墨梅引导出来。这次的对手是剑圣葛聂，唯一传人。
墨家机关术，唯一传人，解牛刀法，唯一传人，天之玄诀的正宗墨家新任巨子，天明是也。哼，你这么多头衔，招数却只有那么几招。天明这招好有威力，从来没有看他用过。这是什么怪招？这小子还有这等心机，藏了一手。这是我最拿手的烤鸡九式中的第一式，葱烤山鸡，可还对你口味？只有第一式吗？哼，可惜你没有机会再用其他招式。阴阳和气手印，威力比刚才强了很多，他是动了杀机了。不能正面硬拼，我们怎么办？我是说，小心，不能让大司命看出我们的意图。我有办法了。只看过一遍，竟然能将雪后雏形记个大概。啊啊！救火！救火！又在玩什么花样？愚蠢的小子，以为跑了就没事了。哼，你已中了六魂恐咒，将成为第二个死在这咒术下的墨家巨子。